不想再遇到。温小姐，你现在情况比较危急，手术需要有人签字才能进行。你男朋友呢？那有没有可以联系的人啊？多好看的女孩啊，遇到这种事儿，真是可怜。谁说不是？不注意节制不说，出了事儿也不给照顾，真是狗胆的。还好呢，送来的及时，小手术可以解决，不然呢就有生命危险。这两天好好休息，最近都不要例行房事了。曼曼，那个王八蛋呢？不会都这种时候了，他还在会他的旧情人吧？小薇，别提他了。我和霍少廷从此别过，他和乔安再怎么样，都跟我无关了。没事，曼曼，以后我陪你啊。少廷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你心里还是在意我的，对不对？小薇，我们走吧。走什么走？霍少廷，你将温曼弄成这样，他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做手术，你倒好，在这里探望旧情人，我他妈算是见识到了，你这样的男人最渣了，十个顾长青都比不上你。董小叔，怎么回事？霍少廷，你没必要这样。温曼，如果我知道你动手术，我绝对不会离开的。知道又能怎么样？霍少廷，像我这种普通的人，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奢求你的喜欢。小薇，走吧。嗯。温小姐，乔安年轻不懂事儿，我和太太考虑不周，在这儿向你道歉了。希望你看在我的薄面上，给少廷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您没错，乔安是您的掌上明珠，您不偏袒他谁偏袒呀？是我多余了。不，我们不是这样的。霍先生，我们相识一场，那就祝您和乔小姐幸福美满，生生世世。少廷，温曼他真是给脸不要脸，亏你刚刚还那么关心他，他怎么能这么对你呢？啊！乔安，我有时候真的希望我这辈子没有遇见过你。霍少廷，你真的爱上了温曼吗？安安，放弃吧，霍少廷这样的男人不适合你。景莲，你快劝劝安安呀！不知我那流浪在外的女儿，是不是和温小姐一样，受尽了委屈？爸，安安，这一次你真的过分了。文曼，夺走了少廷不说，连我爸都偏向你，你凭什么呀？文曼，你别再这样倔了，想哭就哭出来呀！人这辈子，谁还没遇见过几个渣男呢？我会忘了他，重新开始。霍少廷，你来干什么？温曼好点了吧？我来看看他。你这个时候想起来关心温曼，曼曼一个人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他疼得要死的时候你又在哪儿？你根本就不配曼曼对你的感情。给我出去！你先回去吧。可是放心，没事的。
霍律师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别再做这些多余的事了。永白，这不多余，我喜欢的是你。霍律师，你的喜欢就是不管我难过还是躺在手术台上，都可以因为另外一个女人随时抛下我，对吗？文白，在我心里你比乔安重要的多，我去找他是因为我……因为什么？因为乔氏的恩情，对吗？霍律师，是喜欢还是恩情你分得清？你走吧。文曼，我知道你现在不肯相信，但是我一定会向你证明我的心意的。乔小姐，你已经假装服安眠药自杀两次了，我怕再这么下去，霍律师会发现端倪啊。你怕什么？不就是想多要点钱吗？你开个价吧，我给。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主要是我帮您伪造自杀，要是被霍律师发现，我怕是有钱也没命花呀。你是说这个忙你不帮了？废物。明明就差一点少廷就可以离开温曼回到我身边，偏偏这个时候放弃了。哎，乔小姐，乔小姐，我得恭喜你。恭喜什么？那个，咱们医院早上刚更新的 DNA 数据库，您的妹妹找着了。你说什么？温曼是我爸的亲生女儿。不知我那流浪在外的女儿是不是和温小姐一样受尽了委屈？如果让我爸知道温曼是他的亲生女儿，那怎么还会有我这个养女的容身之处啊？文曼，你抢了少廷不说，现在还抢走我的父亲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怪我心狠手辣了。文曼，我知道你现在不肯相信，但是我一定会向你证明我的心意的。霍少廷，你别敲了，我不会开门的。霍少廷，你，真是个贱人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着怎么勾引少廷。给你们安排的事情都记住了。放心吧，肖小姐，不会出任何问题。温曼，你可别怪我，跟我乔安抢东西就该死。文曼，喂，喂，乔安和温曼在我手上，你亲自带着2000万来赎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说什么？臭娘们，你给我老实点，别心急。我立刻把你给崩了。乔安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温曼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自己在少廷心目中是什么位置？我这次就让你看个清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给我安静一点，之前你说过。谢谢抱歉。霍少廷，少廷，救我，我害怕。
你们不是要2000万吗？只要1亿，放开他们。让你过来那些熟人，还并没有说他们两个人都被赎走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乔安和温曼，一个死，一个活，两个人，你怎么选？我他妈没多大耐心了。赶紧选，不然两个都得死。我选。少廷，你忘了我们的过去吗？你忘了我父亲为了救你伤了左手，这辈子不能弹琴了吗？少廷，我怕，你救我好不好？我选乔恩。明知道结局会是这样，我又在期待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让你死的可是他呀。霍少廷，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不想再遇见。霍少廷，霍少廷，你不是已经放弃我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救我？我从来我都没有放弃过你。你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还好，也没事。你刚做完手术，你不能乱动。是，我的手就是因为你受伤的，你可要负责。乔叔，我知道绑架温小姐的事儿是乔安做的，是他不对，可她毕竟是我的女儿，我希望你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她一把。乔叔，乔安触犯的是法律，自有法律公布的处罚，跟我放不放过她没关系。再说你难道为了乔安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顾了？你说什么？什么亲生女儿？这条粉钻项链是你的吧？当时为了给爸爸做手术，我确实把它卖掉了。但是，你不是卖给乔安了吗？温小姐，哦不，曼曼。这条项链真的是你的？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遗物。我都做了什么？我差点纵着乔安，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以后我会慢慢说给你听的。